走进大森林了。这树是真的大呀。在大森林里走一走，大森林里图书馆，这是地上的松果，真是不少啊。这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。这可以，森林里可以烧烤啊，有这种亭子，木头亭子。这种房子爬上去，这里面是有房车 guest。Keep out。然后这边是森林的图书馆。好美的森林呢。原木，你看，木头。美呀，美了，美了，美了。